跑啊，八路军就拉大栓，瞄了一瞄准儿，打死个小日本儿，咱俩人一等就上了西天呀，还有1937年呢，日本鬼子进了中原，先打开了卢沟桥，后进了山海关，奸民又烧杀，简直是翻了天，无数的中国人呐、死在那个刀下面，中国共产党领导咱们全面抗战，全国上下齐上阵，把鬼子赶出家园。1937年，小日本他进了中原，先打开了卢沟桥啊，后进了山海关，那火车他收到了秒准儿，快跳！